文化马赛克巴西利卡塔开幕，5月1日至15日在上海呈现给公众。一个自然风光未被破坏的景观，爱奥尼亚海的沙滩公园，马泰拉的石窟洞穴和山中蜿蜒的小径，工业品、食品、历史根源、考古。为了发展的需要，这里也有科技产业园区、可再生能源、保护和改善土地资源、两个天文测试中心、航天、汽车、农业生物学研究、研究培训。这是一个机会，使该地区在国际上提高创新技术和文化领域的知名度。5月1日至15日，巴西利卡塔地区公园意大利馆1楼。